着一个退休的老板，他姓林。这天林老板要出门办事，临出门前他特别交代仆人梁光，梁光是那仆人的名字，梁光，我今天出门办事，你千万要把门看牢啊。梁光说，是的主人。主人走了没多久，村子里忽然响起了喧嚣的敲锣打鼓声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梁光很好奇，跑去门外张望，远远的就看到一长串人龙，有些人呢还站在大桥上，一边包彩色小球前进，还有有些人呢载着高跷腾空翻玩跳绳，还有些人呢表演梦魇射飞镖，让街上的人都看得目不转睛。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是现在最有名的马戏团表演，平常啊一张票要好多钱都买不到哦，今天啊被我们村长请来表演免费的。真的还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那我赶快去看看。原来是马戏团表演啊，真热闹，他真想去看看，可是我得看价呀，怎么去看表演呢？哎呀，想了半天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有了，我把门板背去，不就既能看表演又能扑到门了吗？哎呦，真是太聪明了。于是梁光便小心翼翼地把门拆下来，背着门板看表演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林老板回家一看，家里的门没有拆了，家里的财物又被偷了精光，简直气疯了。他找来梁光，梁光，我不是叫你把门看好吗？是啊，冤枉，幸亏我聪明，把门看好了，否则你这两天门板你都留不住了。老板听了这番话，只差没昏过去，滚，你给我滚，你被开除了。这个故事好听吗？谢谢大家。